那我常常陪我女儿看巧虎，我都会很想要掐里面的那个角色，对，因为讲话声音惹到你，是不是？就是他们情绪非常的丰富，因为像我们顶多做到说好乖，赶快去洗澡，他们就会说小朋友要洗澡哦。然后这件事也把大 S 逼到他就是很想要那个掐死他们，因为他说巧虎里面的人物非常喜欢模仿各种交通工具的声音，比如说他就说小朋友，你看那是火车。火车行进的时候会有什么声音呢？磬锵磬锵。巧虎真的有很爱出交通工具的声音吗？你看那边有火车耶，火车磬锵磬锵。你看，你要点哪一个配音老师帮女神配一个音吗？巧虎那位老师好了。安罗杰，你看那边有一辆火车，磬锵磬锵。请唱，请唱。